新竹美食吃不累，剥皮辣椒肉串，完美的组合。干贝海胆很饱，冬天就是要吃羊肉炉。像是我们在吃烟熏鸭的那种味道，那种口感。好热，我最喜欢史努比，查理布啦。哇！曲哥，有点点明星。不好意思，什么？谁跟我合吃啦？旅行团，周六晚上8点，卫视中文台。